今日嚟告別 Max 啊 ！Happy birthday！I'm moving on. H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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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y. I'm moving on. Hey, got nothing left to say. Let's be on my way. Let's stop luck. I'm moving on. I'm moving on. 曼城的主场馆曼彻斯特城市球场，又叫做伊泰哈德球场，位于曼彻斯特的东部。如果唔塞车嘅话，由市中心揸车嚟呢度都只系需要6分钟嘅啫，非常方便。不过唔好彩，呢一日曼城就要作客去到伦敦对住宾福特，完成埋佢哋最后一周嘅联赛，所以我哋今日就冇波睇，唯有参观住佢个 City Store 先，睇下有咩好卖。一入到嚟，第一件见到嘅波衫，梗系呢件夏季嘅主场球衣啦。另外仲有啲作客嘅特价波衫。呢件只系卖35磅啫，如果而唔够特别嘅，仲有呢条橙色嘅龙门裤，你睇下佢似唔似龙珠啊？除咗呢啲波衫，我哋觉得最靓嘅反而系一啲复刻球衣。我哋心仪嗰啲波衫就喺晒度，啊，我哋你就可能买呢件啦，呢件都几型啊，你就着得，我就可能会拣翻件低调啲好，唔好拣粉蓝色传统色嘅曼城。始终我都系一只慢狗，咁咪黑色咪得咯？得，嗱，买翻件红色嘅曼城有冇咁碍眼啦？2件，2件，你呢个49,000，我系金字边嗰个万嘅万九啊！我哋加咗钱俾个袋。喂，有人买咗新衫啊，即刻着住啊！但系跟度拣系咪真系留喺度咧？你问下啲，问下拣佢嘅球迷啊！会，一定会。点解咁肯定啊？信我，好似走噶咯。自己嘅球员，支持嘅球员一定要有信心保证。哦，问题就喺边度？你知唔知？唔知啊，你就系对自己太有信心。哦，好啊，我记住你呢句先。睇下会唔会攞翻出嚟编啊？呢句系啦，即刻系咁拖住，讲多件先。依家曼城走啦，咁梗系去曼联噶啦，因为我哋几点睇波？4:30睇。系而我哋着住曼城波衫，就要快啲换曼联波衫啦。呢啲真系死马狗啊！曼城，但屋搞掂，嚟啦，出发，我哋一齐冲过去，1、2、3，耶！转场啦，转场啦，成个卡得冲都转晒啦，去边啊？去曼联主场 Old Trafford 睇波啦，喂！喂！镜头一转，喂！我平时睇个 lego 都系咁噶，今次睇到真啊！但其实我睇到第4、5次，不过都想睇嘅，唔知点解，好治愈啊！个感觉好爽。开始进入呢个核心 area， 你睇下好多红色嘅。主场球迷出现啦！你同佢讲嘢，好啊！呢个可能打交你。Thank you so much. Are you sure you support Fulham?一嘢跑住啦嘛，好啊，好啊，有啲饱，但我俾多阵。1、2、1，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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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唉，除咗饮酒，球场里面仲有好多呢啲投注站去俾人买波，等大家睇得再投入啲。而我哋今次亦都每人隔咗两磅去买咗呢个波胆。
買咗 United to win 3-1，跟住贏咗咁點啊？贏咗我哋再諗下點用啦，啲錢可能專曬俾前線機構咯。好，唯有咁講住先啦。好似十二碼，好似啊！真係好似啊 ！Oh my god！ 未知啊，靠迪基亚顶住啊，要系啊。啱啱起身啊！最后我哋就一起睇下喺呢一日里面我哋影过嘅靓相啦。
wanna know, wanna see it. Can I feel your kryptonite? Can't get this off my mind. Does it only control you? Let me in.睇完片記得 like, 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我呢個新嘅 channel 啦，下次再見。